通常这么一长条的啊一个法国棍，我们叫 baguette 啊，可以一家人吃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一根棍子它可以一餐，因为它是一个啊主食，所以是一个战略物资，相当于我们的白米饭啊或者是面食，你可以放在冰箱冷藏。如果你放在冷藏的话，大概可以放一个礼拜；如果你把它放在冷冻库的话啊，那么就可以放好几个礼拜了。你要来吃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取出来了以后，那么喷一点水，然后在烤箱里面啊，你大概180度左右，然后等烤箱热了，你再烤个5分钟，4到5分钟以后，那么就可以直接吃了。